我有梦想。敌人很强，我们必须更强。走！最强！全世界就为终极，全世界被有热血去追。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完成。100个像你这样，15至9个，等我会变成。你所有没完成的梦想，全部烟消云散。除了坚定的信仰和决心，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你们身边的战友。你们的命运可以是自己的，但也是彼此的。军人，团体永远高于个人。不可以绕过去。对，周越的个人能力确实很强，在未来还有可能成为我们猎豹的一把利剑。但是作为利剑，就必须经历更加严格的淬炼。走！部队需要的是最优秀的士兵，但不是一个杀人的机器。保证中国公民的安全是我们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。中国公民在边境遭如此恶劣的袭击是中国政府绝不能容忍的。这一次可不是演习。是秦端是个贱人，你是个死人，你要杀他才死。是的，杀完给你死完。上级批准，决定委派猎豹突击队和禁毒总队联手出击。出发。对。